赛事爆妈仔，我是杜卡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场非常特别的赛事，是台北盆地马拉松，日期是在2020年2月30号早上8点。那这场赛事呢，它的路线很特别，会从大屯山出发，然后呢从中山北路7段跑到1段，然后再从忠孝东路的1段跑到7段。哦，忠孝东路走9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。然后这个路线是前所未有，而且是全程封路。那赛事单位这次也会广发英雄帖，预计邀请的名单非常惊人，就是台湾历代全马百捷、半马百捷，然后1万百捷、5000，还有1500、800、400、200、100百捷一起来参加。另外呢，就是它报名时间非常的短，就是从即日起现在开始，一直到4月1号晚上的11点59分，只要在这段期间报名的跑友，恭喜你们，你们都会从 A 区出发。那以上就是本周的赛事爆麻仔，我们下周再见哦。然后呢，今天祝大家愚人节快乐哦！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相信这一段的，但是我还蛮期待有那个比赛是从中山北路7段跑到1段，中山北路1段跑到7段，好不好？赛事单位帮忙一下，台北市政府听到吗？